好，你们可以先看老师这一边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刚刚都是一个人玩嘛，一个人去控制这个光敏，然后自己的在那边亮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换一下，让你们左右邻居互相玩，一个提供光敏，一个提供三色的。OK，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两个板子？我这个先收起来哈，右手边这个先收起来。我们有两个板子，所以呢，你在这边，我就再叫一个开发板出来，这样了解？好，但是一样哦，这个是谁？是不是 Smart？ 好，那有谁都要先借我一下。好，谁都要借我一下？谁的那个号码要借我一下？好啊，来。有大小写哦。R A B 的 V。R B 的九。N 九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我们两个要怎么样？是不是要串联？这里要勾起来哦，有没有？这里要勾起来，表示我们两个要串在一起哦。V 哦，这个是这个，这个 V， 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串联的话，你看哦，现在我的 LED 借你，那这个呢，我把它拿下来哈，我把它放到你这边来，你的光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呢就开始设定这个光敏侦测，所以我的很单纯，我的 LED 借你而已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你的帮我侦测，因为我有勾串联的。我们这边补上这个哈，补上这个开发板串联完了，现在这边就通了哈。哦，明天也不能。这样子，你看我现在遮住了，再打开。加热可以，老师加热都可以了。加热。我们这礼拜去写 APP 跟什么？对，这样就 OK 了。